简单英语手抄报怎么画？我们可以先写出英语的单词。然后我们来画上文本框，画上一些装饰。画上一个可爱的小海豚。我们把英语单词描上黑边。我们来给文本框和装饰涂上颜色。涂上海豚的蓝色。我们给文本框涂上黄色。像这样，我们的简单英语手抄报就完成了。